better than you. And then it explodes. Your love is like hard medicine.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and my team. When you're next to me, you're hard medicine.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This life can be so difficult. Tough times just come with age. Remember when things were so innocent? Now I just want to rage. 大家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enny。 今天是我在 Albuquerque 的第一个早上，后面是我们昨天租的这个很骚的蓝色的车，现在打算先去 Old Town 逛一逛。今天主要应该都会在这个城市到处逛一逛。这个城市好像是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别人是说两个小时免费，但是这也应该是变了，变成是一个小时2块钱了。买了两个小时，放在车上。刚刚说的这个 public parking 隔壁有个5块钱可以趴全天，这边就是2块钱一小时，那边是5块钱全天。现在大早上的，这边游客比较少，也没有那么炎热，太阳不是很大，走起来超舒服的。Albuquerque Old Town 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这座城市的起源地。时间可以追溯到1706年，它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早期定居点，所以充满了殖民时代的历史和建筑。有说这边最有名的是热气球节嘛，然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热气球的标志啊、图片之类的。这边到处都能看到很多辣椒，像这个店他们在卖一串一串的。我刚刚问的店家说它是装饰还是可以吃的，他说是可以吃的。然后很多房子的外面都挂了干辣椒当做装饰。的中心有个街心小公园，说起建筑就不得不提起在新墨西哥到处都能看到的 Adobe 建筑。这种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 Adobe 砖块建造的墙壁，这些砖块通常由土壤、泥浆、纤维和稻草制成，它们在太阳底下能够保持凉爽，加上墙壁通常非常的厚实，有助于调整室内温度。我很喜欢这种 Adobe 建筑风格，因为圆润的线条加上陶土色朴素的外观，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可爱。老城区这边有许多小巷和街道，布满了精美的艺术品店、手工艺品店、画廊和餐馆，可以在这里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珠宝、织物和陶瓷等等的纪念品。
这边要是夏天来玩的话，应该真的还挺晒的，然后冬天又比较冷，所以会比较推荐春秋来了，因为这边又干旱又晒。Old Town 其实这边挺小的，如果只是逛一逛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够了，如果多花一点时间拍照的话，两个小时也够了。有没有喜欢看 Breaking Bad 就是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的朋友，这边就是他们拍摄剧集的地方，如果有剧迷的话，一般来这里都会去打卡剧中的一些像主人公的房子啊之类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 Breaking Bad Store 看一下，就是这里老白小粉店。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纪念品店，然后墙上有好多小粉和老白的照片。看炸鸡叔，这边也有炸鸡叔炸鸡店的原址。旁边还有电视在放映 Breaking Bad。所以刚进来这边是个礼品店，但是里面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空间。风骚律师的办公室应该是，它是个人形立牌。就继续在城里瞎逛，现在来到了一个公园，主要是想找一些地方可以飞无人机。虽然这个公园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是在一个高点上，所以 view 还挺好的，看我背后就是一大片城市的景观，加上这里有很多大树和草坪，所以坐在阴凉的地方吹吹风还挺舒服的。下面居然还有鸡叫声，下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公园有上下两层。我从地图中发现了，虽然这个城市比较荒漠干旱，植物也是偏荒漠型的一种植物，但是有一条细长弯曲的小河从北流到南，并且在小河的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在城市中还是可以见到挺多绿树的。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感觉对这个城市的名字 Albuquerque 比较陌生？它其实是摩尔语，意思是软木塞，不是软木塞，是软木或者白橡木，就是红酒那个软木塞的软木。然后在西班牙殖民期间，这里就是西班牙最大的软木交易中心。到了美食时间，既然来了新墨西哥，是不是一定要吃一顿正宗的墨西哥餐？我旁边这个就是据说是 Albuquerque 最有名的墨西哥餐，没有之一哦。你看这个，他们都挂着辣椒，哇，上面很多灰尘，不能吃，应该是不打算吃的，只是装饰品。这家餐厅有名到希拉里、奥巴马、小布什还有 Katy Perry 都有来过。
餐厅的位置超级多，里面也很大，有室内和户外的座位。我现在站的区域是户外，但是因为有顶棚，所以完全也不会觉得太热。好吧，可以开动了。这个是他们送的玉米饼跟 salsa。这个是我点的 fresh guacamole。这个 fresh guacamole 真的就跟它的名字一样，超级新鲜。我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guacamole， 当然肯定是完胜 chipotle 的。这道是他们最有名的菜，叫 red chili ribs， 然后这边是 half red。这个 ribs 他们的广告是说是全美第三名，也不知道第一名和第二名到底是哪一家，已经炖得完全烂掉了，就稍微剥一下就脱骨了，就跟它的名字 red chili 一样，上面都是覆盖着红色的辣椒粒，然后里面真的是肉已经烂到几乎都不用怎么咬就可以吞下去了。不愧是全美第三名，虽然这个排名有点 random。还有一个菜就是这个 beef quesadilla， 然后我选的是 thread beef， 就是牛肉丝，他们也可以选牛肉碎。sour cream， 然后这个也有 guacamole， 好喜欢 sour cream 啊，超级香。他们家的菜量都挺大的，所以不要点太多了。我一共点了三个菜，总价大概是70左右，加上小费的话就是80，吃的巨饱。那我们继续出发去下一站吧。又到了快夕阳的时间了，下午我们一直往北开，到了一个峡谷这边，看了一下这边很多的居民楼，然后大家的地都好大呀，都有1 acre 左右，价钱大概是60-70万，就是裸地的话，如果上面有房子的话，他们都建得很大，一个大平层有5-6千的 square feet， 大概是快200万这样子平均，所以这边感觉房子还是挺好的。这边的房子主打的是有这个山景，房子的外观还是延续了这边 Adobe 的风格，比较的陶土色跟陶土外墙。里面我去 Zillow 看了一下，是比较现代风的装修，一般都是。
好吧，那就一起来欣赏一会儿 Albuquerque 的夕阳吧。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明天早上我们就会 check out 现在住的地方，然后往西开，那边有几个公园，有特别神奇的地貌，很像在外星一样。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还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明天再见，拜拜。